你爹哋生前委托我帮佢办理身后事，你哋系同父异母嘅姊妹。不过你老豆话时话咁风流咧，我怀疑佢应该唔止两个老婆、四个女咁简单。只要完成咗佢嘅遗愿，可以分到部分嘅遗产。你愿意帮我完成我嘅任务，我就帮你完成你嘅任务。七个同父异母嘅姊妹，究竟系血脉相连、姊妹情深，定系形同陌路、水火不容？一份遗嘱，七项任务。到底亲情可贵，定系为咗利益不择手段？姓顾嗰几姊妹，凭咩生活得咁好？经历一段你追我逐、争过你死我活嘅神奇之旅，边个先系真正嘅赢家、真正嘅公主？最后得到嘅系爱定系恨？唔好再搞我家姐，如果唔系，我一定会放过你噶。以前我觉得阿爸系一个唔称职嘅老豆。我觉得他希望做一件啱的事。一套你估不到一波七折的都市剧集《七公主》。